大家好，我是何老师，很高兴你们来到我的画室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艺术心理学的部分。这边有一个泰勒现代美术馆，它以前呢是以传统的一种形式来展示作品的，但后来就是后来的后来的后来，他们依据一些心理学家的著作的一些分析，然后他们重新设计了整栋那个美术馆的那个分布，包括所有的作品的分布，然后以达到一种心理疗愈的作用。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样的安排是不是更合理？依照呢疗愈的观点，他们重新规划的美术馆，就是所有的作品都不需要去重新收集，不需要改变。改变的只是展示方式，每一间展示它的分类重点不再是它的那个日期，就是它的时间，作品时间，或者是收藏的历史，而是哪些作品能够引发我们重新获得平衡的重要情感来安排的。就是所以呢，它的第一层呢是商店。就是 souvenir shop，然后第二层就是餐厅、咖啡厅这样的感觉，第三层就是这个开始正式展示了。这一层展示的是苦难展示室，再上一层呢就是怜悯展示室，再上一层是恐惧的展示，然后再上一层呢就是爱的展示室。最后一层就是再往顶层是自我认识的展示室。目前而言呢，就是这个就是重新的一种设计形式。但是目前所有的大部分的美术馆，主要把重点呢放在作品风格、历史方面呐，或者是个人方面。你们就近的那些美术馆去看一下，看它是以哪种形式来展示的。有的可能就是人文为主，有的可能就是个人为主，也有可能就是只是一个部分的文化为主，而不是从心灵的慰藉来区分。我觉得大部分的它都不可能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区分，它是需要有一个历史性呐、时间性呐。我不觉得他们会把一个500年前的作品和一个现代作品放到一起，但虽然他们都是爱的展示或者那种内心恐惧的展示，他们没有选择是放在同一个房间来展示的，所以就是会感觉有一点混乱。它并没有一种疗愈的作用，就是治疗的一种作用。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这种形式，不是每一个美术馆他们走这个形式。我们爱人的能力有没有？就是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，经过学习，能不能把爱人的能力加强？重点呢，它的细节，就是说，训练一个人有没有爱人的能力呢？是通过耐心、有好奇心、坚韧不挠、感官的享受、理性的观点，就是很多。从很多不同的方向来训练我们爱人的能力，最容易被我们伤害，也最容易伤害我们的人，也正是我们所爱的对象。情侣之间彼此的伤害的那种残忍程度呢，甚至胜过敌人之间的伤害，都是望尘莫及。我们希望爱能够为我们带来大量的满足感。但爱有时里面呢，就是冷落，然后或者得不到回报，或者是恶毒的憎恨，或者是遗弃。我们因此心情呢就会变得很低落，或者是心里狭隘，或者是爱唠叨不休，或者是愤怒不已，从而摧毁了我们的人生。那么艺术能够帮助我们吗？17世纪的法国道德家德拉罗西夫克有一句名言，他是这么说的：有些人如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有爱这种东西，
那一辈子绝对都不会坠入爱河。我们聆听音乐，观看电影，还有我们住的房子，挂的画，都是在引导和教育着我们。杰出的艺术作品能让平凡的物品散发出高度的艺术魅力。艺术其中一项宗旨是教导我们成为善于爱的人，懂得热爱河流，热爱天空，热爱马路，热爱石头。学习的过程中懂得热爱别人的人。整个的这个练习呢，整个这个练习我们需要认真聆听别人说的话，有耐心，变得有耐心，保持好奇心，有毅力，感官感受与理性。在柏拉图的哲学中，善是一种可以转移的元素，基本上都不会改变。认出一个领域的善，不但让我们可以更容易觉察，让我们发现其他领域的善，也帮助我们在其他领域里发挥善。这边有一张有一点带有宗教色彩的画，它是雨果·凡德古斯画的，他的牧羊人的朝拜。这个里面呢，就是很大的场景啦，很大的场景，但是很细微的，我们把这个鸢尾花拿出来讲一下。这个鸢尾花的花语，白色的代表纯真，黄色的代表友谊、永固、热情、开朗，蓝色的鸢尾花呢，代表称赞对方，或者有一种对对方的仰慕之情。鸢尾花这个东西呢，它好像在梵高的画里面也常常出现。之前我也临摹过一张梵高的鸢尾花啊，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我只是把它放了块布贴在板子上画的，就是这种就是那种鸢尾花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回刚才我们讲的，看回我们刚才讲，他画的非常的细腻。他在他的这个大的作品当中，这个花他是画了很多的，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很细的，很细致的，超级耐心。所以画这个花就是需要耐心，超级超级多的耐心。我们渴望找到一个人，能够对我们的性格，哪怕是能够对我们哪怕性格的细节、身体的姿态或者所有的一切都深深的关注，深切的关注，好像古斯画家他深切的关注那些鸢尾花的光影一样，就是我们希望它细腻到那种程度。我们希望可以找到这样一种深切关注我们的人。那么什么是这样的耐心呢？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耐心呢？这本书里面讲的耐心不需要激动的反应，不需要兴奋的刺激，也不需要立即的满足。看似无聊乏味的事物要去坚持下去的能力，如果做好这一些，那么耐心就已经有了。还有一个叫查理德朗的，他说美好的事物通常呢含有平庸的成分。达芬奇也教导我们用心去体会自己的经验，观察自己眼前的实际事物，并尊重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多样性和个别性，就是从我们的内心出发去画。今天下午我在准备我的视频的时候呢，也是一直在问自己，就是我们想要画什么，要画什么，那个内心
内心关注的点在哪里？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特别容易被一些视频，被一些是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所左右，那个心没有那么平静。就是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在基本的，还是可以在最基本的那些点里面大同小异，是一样的。我们害怕死亡，我们对死亡都是有恐惧的。比如说我今天下午可能十多分钟吧，然后我画了这个是日本羽田机场的那个飞机相撞的那个画面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。它其实这个后面就是有一点海，后面是那边工厂，我是画的那种晚上的感觉。然后中间就是这边，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两个消防车，然后对着这边在熊熊燃烧的飞机在给它降温。就是画我们内心想要画的一些东西。这个是榴莲的歌剧院，然后走过这个大桥，这边就是鱼尾狮，这个鱼尾狮公园，然后后面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房子。然后我在那个视频里面放了 firework， 因为春节或者是新年都会有 firework，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边。就是虽然这个画是一个大黑画，可是其实还是可以放一些颜色在后面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问我们自己，你想要画什么？其实画什么都是可以的。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，想一想周边的事情，记住那句话哈，美好的事物通常含有平庸的成分，可是就也许就是你每天回家的那条路，也许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也许就是你的母亲，也许就是一个感动你的人，一件感动你的事。要去善于发现平庸的美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就是分享到这里。何老师很希望大家可以从平凡的事物当中发现美，然后希望大家都有爱的能力，爱人的能力。这个能力是可以学习的。拜拜。